石门老人会在21号举办今年第一次的共餐，除了有丰盛的料理，还有石门国中的志工为长辈们表演扯铃、按摩等服务。另外，石门区长在就任以来首度参加老人会共餐，长者们看到新科的区长不但热络的迎接，还表达了他们心中的祝贺。元宵节刚过，石门区老人会今天举办今年第一次共餐，除了有一整桌丰盛的料理，还有石门国中的11位世代志工学生要来为长辈们表演扯铃、按摩，还有帮忙擦指甲油。而爱美的老人家直说，不要看脸看手就觉得自己变年轻好多。对啊，感觉年费的啊，很年轻啊，变年轻啊，颜色选得很好啊。不要看脸啊，看18岁，对不对？没晒过金盖。阿头是爱穿高跟。对啊，我做事业。啊，石门国中的同学哦，一起来做这个陪伴老人的这样子的这个社区活动哦，我想请哦，咱啊几多哦，会当做伙来吃饭开讲哦，是一件很好的代志。阿姨也嘛来吃，给大家来奉贺哦，阿姨帮忙哦，大家会当。热闹的共餐现场，市议员郑宇恩也献上新春的祝贺，期待长辈常常走出户外，还有石门国中学生的陪伴之下，可以天天笑口常开。另外，今天也是石门区长就任以来第一次到老人会与长辈一同吃饭，老人家看到新科区长也是前任的公所主秘，不但热络的迎接，还纷纷的给予祝贺。新的开始哦，啊，日日拢是平安日。年年拢是幸福年啦，啊，今年是猪年啦，猪年迎大运，富贵年年春啦。人哦，过年过年，大家咧换头路，我嘛咧换头路啦。啊，其实拢同款啦，同款拢叠加啦。啊，以后哦，就爱希望咱各位时代吼，各位乡亲哦，啊，继续甲我照顾啦吼，啊，咱我会尽量吼，来同款尽量甲大家服务啦吼。石门区长表示，能够继续留在石门区照顾乡亲相当开心，虽然还是不大习惯大家称呼他为区长，不过让石门更美好，孩子与英发长辈都更幸福的目标始终是没有改变。而新的一年也提供老人会共餐据点新的环保餐具，也期待老人会的老人家能够照顾健康户外活动用餐，也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。记者廖平涵石门采访报道。